个是我们的专题材料与设备，这个是 NTU 6050六轴板设计，这个是 28BY4-8 固定喇叭，这个是 Arduino Uno 板，这个是 HG90 四轴喇叭，这个是内筒与外筒，这个是固定喇叭驱动板，这个是 10K 可变电阻。当机车右转弯时 ，SG90 马达控制内筒角度逆时针转动，使装置内物品保持水平。机车回正时，内筒转回原始状态。当机车左转弯时 ，SG90 马达控制内筒角度顺时针转动，使装置内物品保持水平。将钢索连接至可变电阻，当拉动刹车时，将依据拉动之幅度来控制可变电阻调整装置角度的拨管，以抵抗惯性之力量，防止装置内物品倾倒。放开刹车时，回拉弹簧将刹车拉杆复位，使装置回复至水平状态。